带你们赶海了，走，抓货去呀。嘿，发现一个小八甲螺呀，这个螺是非常好吃的，特别的幼嫩啊，收了啊。呀嘿，捡到一个垃圾啊，收了。哇塞哇塞，发现一个大老青啊，这个够大了吧，能不能换取咱家老铁的一个小红心呢？啊，收了啊，兄弟们。哇塞，哎呦，一斤多呀，收了啊。哇塞哇塞，里面是不是有个八哥？神器，大家看一下这个大漏手啊，看看最普通的东西，这反正就是能漏出大货啊。咱们进来的朋友，如果能漏出货的话，能否点亮一个免费的小爱心，咱们把它淘一下，看看够不马上出货啊。哎，没有吗？如果有的话，能否点亮一下？哎，有有有，漂亮的蛤蜊，加个关注，看我下个视频哦。